很多人好奇凹陷修复到底是怎么修出来的，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侧门的免喷漆修复案例，下面是简单的修复过程，喜欢的朋友双击支持。经过一天的敲敲打打，终于修复完了，这是最终的效果，不知道车主看了会不会满意。